药就是两个这个滴注的药物，然后它两个单个的滴注进去之后呢，就会马上提高受试者的免疫水平，就立即提高，所以它的时效性是非常快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因为抗体是我们本身的生物武器啊，人体自身产生的生物武器，所以在安全性、有效性和长久性方面，是我们抗体药物非常重要的优秀素质。这两个就是它识别的这个病毒的那个自体蛋白的位置不一样，所以它可以双向夹击，使得提高它的疗效，然后提高它的防护性，还有它的这个持久性。